到新闻现场。每年十一月发行的辅仁大学大船阅历，除了美女之外，今年还首度加入两名小鲜肉型男，就如大四的邱宗宪，长相酷似港星。另外呢，还有人像是夏如芝。另外最吸睛的，则是五官神似艺人周子瑜。圆滚滚大眼睛加上招牌甜美笑容，难道是艺人周子瑜悄悄现身校园 ？I have pen, I have apple. Oh, apple pen. I have a pen, I have an apple. Apple pen. 他说：“哦，你长得很像周子瑜。”然后就跟我拍照，笑说：“哦，好。”就读辅仁大学大传系一年级的陈以轩，靓丽长相被网友直夸撞脸艺人周子瑜，更被入选为辅大大传的阅历代表人物之一。阅历可说明星的云集，像是大二的王心怡就有小夏如芝的封号，除了美女加持，今年更首度加入小鲜肉。大四的邱宗宪神似古装剧中饰演皇帝的李治廷，不仅颜值高，健身唱歌也样样精通。没关系，我们分了没关系，这不是你的问题。一年十二个月份，每个月份都印制不同的帅哥美女图像，也让阅历一推出，就因为明星脸一提，话题不断。记者尤彦慈、叶林凡，新北市报道。